你家可以帮我录影吗？好，我来，我已经开始了吗？一闪一闪，对，一闪一闪开始了。对，谢谢。中华科技大学，好，谢谢。在南港的那个，对，电子，真的。然后他爱考爱对喽，什么活动都跟着。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对啊，然后这位，然后可以请您自我介绍吗？比较正式一点，不好意思。我是张正元，现在就读台北科技大学资工系。现在是几年级？一年级。哦，一年级。那你对 Open Office 的兴趣是？因为是免费，就很想试试。你自己有在用吗？偶尔，不常用。不常用。对。会用它写报告吗？会。会用来写报告，会不会刚才听到我讲一个严重的 bug 以后就再也不用了？不会。好，谢谢。那，好，我可以叫我阿呆啊。那英文我叫 Cody。那我就平常有在用 Open Office 的 Draw， 它那个绘图还蛮方便的。你是用 Draw？ 对，它那个画流程图很好画，它那个拉线很方便。然后最近有想要玩它的那个试算表。部分对写他的句子，对，所以就来这边听听看，这样。我最近想试试看试算表，是。好，好，再。好，我叫嘉耍，对，好，可以叫我嘉耍或志文都可以。那我本身在外面工作，那会想要学习 Open Office 是因为觉得说。现在大家电脑里面应该很多盗版软件吧？对，那我跟他目标差不多，就是希望说电脑里面尽量可以做到100%合法。谁是论配？这位需要论配一下。需要论配。那个鸡腿吧。鸡腿来。我喝。对，那就是说。好酷哦！就是希望说可以100%合法。那刚好除了作业系统，你可以用 Windows， 就是Ubuntu以外啦，就用 Linux 免费以外，那 Office 也是个问题嘛，那就想到说用 Open Office。那我从2.2版的时候就有注意到 Open Office， 不止1.01的时候就有用过，然后可是后来微软很贱，对，2017很便宜，2000块学生版。Ultimate 的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那就买了，那就一直到现在，一画就没碰。对，那希望 Open Office 越来越厉害。那好，我现在稍微自我介绍，我们之前比较旧成员稍微简单介绍，我姨妈妈，然后现在就是这边，我起码我来负责好这些小事情，来招大家起来这样子。然后另外，我现在是在。我的真正身份是考生，那已经进入了非常恐怖的阶段这样子。然后另外我也在当一些 freelancer 讲师，然后在讲帮 Oracle 在讲 Open Office 对。然后除此以外，我现在是 Oracle Kids 的在台湾这边的 corner， 也是他们 team member 这样子。然后，对，然后也现在也在。帮忙 LibreOffice 台湾的 team 这样帮增加这样，然后还有 OpenOffice 台湾的脸书的社团 ，OK 好。我是魏德，基本上我没干什么事情，所以那也没什么可以介绍。怎么没干什么事情？我才不是没干什么事情。旁边这一位跟我一样。我叫 Eric。那我现在的工作主要就在学校，然后呢推动自由软体，包括那学校的老师呢开始认识 Open Office 啦，还有包含那个 Linux Base 底下的一些应用。那当然 Windows Base 底下的那个自由软体我们也会介绍，尤其是跨平台的应用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德国小的资讯组陈国轩陈老师。组长吗？对，我是组长。那我们学校推 open source 的东西已经两三年了，
那 Open Office 也一直是我们的主要的课程之一。那刚好听到 Eric 说有这一次聚会，也想说，OO 里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问题，刚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讨教一下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，非常欢迎。那你们学校都在用 Open Office 了吗？对，我们学生应该这样说，我们学生已经没有 Word 了。哦，文德是在内湖那边对不对？是，在板桥。板桥，板桥的文德。我们学生已经离开 Windows 了，老师还有目前是双系统，正在导入 EasyGo 版，是这样。所以电脑教室里面现在都是用像 DRBL 吗？对。然后里面就是 Open Office。他们学校也是 EasyGo 的爱用者。好，他们老师大概有四五十位吧，家里面的电脑啊都是装 EasyGo 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四五十位吧。对，那请各位同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个，谢谢大家哈。然后，按照这个历程，其实都蛮乱的，断掉了哈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我先来讲那个。需要一个简单的那个传票范本哦，因为我想这个东西其实是本来是 Andrew 拜托我的事情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对他，因为他呢，他现在在帮，刚才电话那个外扣那个 Andrew， 他现在在帮那个帮哪里？帮花莲县网。对对对对。对他现在在帮花莲县网，然后年底要做账，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帮他快一点这样子。然后我本来是答应他写个去记的，可是毕竟我是考生，所以到最后是爽约了。可是我还是把他弄了一个简单的东西出来。然后我想这边现在是大家围在你后面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这边没有，没有投影，没有镜头。对。可以使用那个 TeamView 分享出来吗？大家会怎么样 ？TeamView， 我比较不会那个东西。其实，因为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 template？ 这边有没有用过 Office 的 template？ 你们都是全程，比如说用微软全程直接全程点 DOC 嘛哈，不会去用点 DOT 档嘛哈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因为我们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上的东西，可是好像其实很少人在用。我们现在只要用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哈，我假设我这边打开好了。这个范本什么意思呢？我现在打开的时候，是哦，不能用 O for Kids 开，那用 Open。好吧，开始程式机 ，LibreOffice。开始哦，我现在这边打开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做一个事情，是我们有做一个固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写传票，那我们要写二十张传票，每次写一个传票，我们要重做一个，很麻烦嘛。那如果说今天大家要，那如果要减少这麻烦，大家第一个做想到是什么？合并列印。合并列印是一个，那或者是说你用 copy。哦，对啊。档案就 copy 嘛，哈。那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是，譬如说我现在直接从这边来 Dropbox 或者 OO， 因为我现在那个 file connection 有点错乱哈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是什么 ？On title。他打名是 on title， 这是一个新闻，它是一个开新文件。嗯，也就是说，它开新文件，可是里面的东西我都已经先建好了。嗯，嘿，那我现在，譬如说，我现在把这个东西，那所以我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写这个，写第一个晚餐电脑 ，OK，然后这时候存档。然后我，比如说我存在桌面好了，
101111101一般传票的编号吧，嘿，然后我再继续再开，哦，这有点麻烦。C program files LibreOffice。公共法342。可以这样，到底是开了没有？没按确定就。啊？刚才确定。我刚没有按确定。哦，好，可以。没有啊，他没有确定啊。C program files LibreOffice program。可恶！我现在刚有事。对啊，这个范本好像没办法用，没有，好像我没办法开启啊。让他点两下，然后自动用 LibreOffice 开。关联了，那个关联。对，关联出了问题。用先把删掉。还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今天这边我要用 Windows 来做这个。Libre， 烦死了。所以应该这边打两下开，它开了以后。好了，假设我现在用这个好了，因为虽然会有点问题。OTS 档案另存新档，烦死了啊！烦谁？好吧，我现在重做一个好了。假设我现在做一个，好丢脸哦！竟然 Live Demo 出问题，算了，不管了。烦谁哦？我现在。回到那个，对，我现在回到那个，回到那个，今早上我在测试的那个命令下面，那还是怎么回事？没有，因为他那个档案关联建没办法建立起来。啊？为什么直接建？上不就那个选项不就有个选项写关联吗？对啊，然后你打不开了，还是怎么样？对啊。哦。这边的 association 应该是正确的。你现在进 Debian 了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你是 Debian？ 哎，我是 Debian user。想当年你自己跑进 Debian 的。都帮那么早用，而且都帮我调校。我觉得 Debian 还蛮好用的、啊，就是在架设的时候自动设定都设好了 ，APT 下都全设好了。我帮你了解。啊？你看，哦。一开始我们用 Debian， 然后后来觉得 Debian 有点，要自己设定的东西比较多。哦。那在我眼里好像都已经全自动的，一二十好像都全自动了。可是 Debian 它人比较多吧？老一点，这点比较小，比较方便，比较古老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它这套件都还是很新啊。对啊，它都差不多啊。它原本它，我们原本是用 Debian， 然后后来我跳到，因为它Ubuntu跟 Debian 都很像，然后跳过去就几乎是无痛的这样子。Ubuntu后来它
专利，就是套件库比较新吧，有些很新的东西很快就出来了。那Debian的话，如果说用 Casting， 可能要用 Unstable 那种版本的，比较新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，OK， 好。我这边点两下，然后打开。然后我这边 key 一些东西。好，然后存档，存成第一个101.1.1.1.1.1。好，我存成的是点 ODS 哦。可以看到本来是无标题，现在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再来这边再打开两次，好，无标题一，无标题二，大家可以看到 template 的目的是 template 的目的就是你代替我们之前做的，我们一个档案我们可能我们要常常用，做好一个表格，我们常常用的时候我们要 copy， 常常在 copy copy 来 copy 去，那这个就是代替这个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事先写好一个东西，准备好了以后。然后你就可以重复使用，不断重复使用。嘿、hey ，有点类似，如果在 Windows 的话，就是范本。哎，对啊，就是范本，不是类似，就是范本。对对对 ，Template 就是范本，对。嘿、hey ，那可是光只有 Template 还不是很够好用，对不对？而且如果虽然大家应该很少在用 Template， 但是像我自己我在用的 Template， 除了这个以外，我还有一个东西，还有一个蛮常用的 Template， 是我在做简报的时候。这个也是指定软体 ，SEPress。对，做简报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简报，然后事先设计好、design 好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存成 template，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。这是我自己最常用的东西，然后可是当然我不会说只丢一个这个东西，像这个简报，像这个传票的话，你事先做好三个，我那时候丢给 Android 的东西 ，Android 的东西就这样，事先做好三个传票，然后收入传票跟转账传票，然后就很好用了，然后当然不会只有这些啦。传票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，如果大家在做会计账，也很知道。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会计科目嘛，我们通常都是常用会计科目嘛。这会告诉你说你随便打是无效的，那你要怎么答呢？你这边拉下有会计科目，这有人知道怎么做吗？知道的举手一下好吗？很复杂吗？清单，用清单。用清单，哎，所以老师知道。就是 VLOOKUP、这个。什么？用 VLOOKUP 这个。例如啊，不是 ，VLOOKUP 不是统计的，哦，那个它那个是清单 list， 那个在一个储存格，对，用 list， 这个也是很好用的东西嘛。那这个怎么做？清单哈有几种做法，一个是我这边我先讲说我这边做法，因为我们科目很多，这边大概有100多个科目，所以呢我不大可能直接把它列出来，所以我这边从这里。资料有效，这个其实对 Office 来讲，它的作用是它去确认说里面的值是有效值，就是你在做你输入的时候做输入检查，输入值，然后我输入值有效值这边有允许的范围，允许范围有这么多个，这么多种，然后其中一个是储存格范围，你可以知道了哈，那个如果在 Office 里面的话就是验证。对，然后其实你可以设定说这一格你只准人家 key 整数，或是数字，或是这个只准人家 key 日期时间，那你可以设一个制定的清单，在变一行一个一行这样子，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我们目前的储存格范围，储存格范围是在哪里呢？科目的 A1 到 A355， 科目 A1 到 355个 A1 A355在哪里？就这里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搞清楚。就在讲，从那一段在讲，是吗 ？A1 到 A355是这里到这里，
然后刚才那个是对这个这段去，他去处理这一段。对，也就是说清单的来源是这一段。哦，有效，清单来源是这一段。哦，懂了。我这边选了以后就可以自己选，说我要什么，我要哪一段。然后从这里，有没有看到它的有效值的来源？两边都有的时候，我会选择一个关键。对。这个还不需要学扣，也不需要学那个老师知道嘛，哈，对对，还不需要学扣，就可以很方便。对，这 A1 到 A355，OK，好。如果我要手动清单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手动清单的话，我就直接清单20、100、1000、2000、3000、4000，OK， 5000，确定。然后这里我能输的就只有这些 ，OK。然后清单还有一些其他的做法，是包括像错误报，你可以规定它只能输入这个值。如果你这里有勾的话，如果你这里没勾的话 ，OK。虽然我这边可以输入12345的一千，但是我这边可不可以输入8000？可以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这边如果不希望它里面出现这种值，譬如说我里面是县市名称。它就是不应该出现别的字的时候，你这里打勾说输入一下字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如果打8000，他会跟你讲这是不行的。原来是输了呀，没有，因为原来值就在那边。哦，对，可是如果你现在打8000，它会不行。嘿，或者是你这边也有资料有效，你这边也有允不允许空白，嘿。所以如果说这个东西它允许使用那个正规表示法吗？没有了，不行。对，所以这边你能用的做法就只有这几个。你可以限制，你也可以限制它的长度，你不能 key 太长，或者是你的，对，我。我的。哇。那个灰色外套前面，对，谢谢。那红茶冰奶茶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从这个地方延伸到一个没关系吗？文化的问题，就是因为像刚刚伊玛在提那个部分的时候，然后你马上联想到说这个是在微软的 Office 是名字叫验证。那我只是说，我们要不要干脆啊？反正现在包括 LibreOffice 或 O4Keys 啊。我们要不要中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用 MS Office 去做对照。比如说，你觉得验证跟有效哪个比较？对，因为我觉得验证好处是说，摩卡。我今天如果说我从微软的跳过去的时候，摩卡，我完全是无痛。摩卡就对。我觉得可以啦，因为看不清呢。但我觉得摩卡看一个方便的。你是摩卡吗？哦，对，我是摩卡，不好意思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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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忘了。因为我觉得，像我之前在教 OpenBee 或在用 OpenBee 的时候，哇，我自己的话就连做最对应啊。那我发觉像验证等于是有效。你说今天对入门的使用者，验证就是验证就好了、啊，为什么验证要变成有效？那有效是谁翻的？我在想，有可能是大陆人翻的。那我只能说，如果现在我们掌握了这个，有效应该是陈鑫那边翻的。OK， 那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又不是专利的问题。商业软体翻什么？那为什么我不能够翻译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只是说，如果现在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话，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都对商业软体很熟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做这个确认的事情，很快的就可以。我这边我会非常同意这样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产品上面，我们现在就这样，就希望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就是把 OpenOffice 现在不是我们负责嘛？我们没有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那 LibreOffice 跟 OpenOffice 呢？我不晓得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就大家的使用习惯，或者你是有 PowerPoint 的，怎么称呼？那我们在 LibreOffice 还有 OpenOffice 我们就怎么称呼？可是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生是 OpenOffice 本身翻的比微软 Office 好的情况。OK 啊。那这个就是我说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挑出来，因为我们现在都只是一些假设，哎，有一些这种情况，这个假设很好啊。如果有更好，但我们希望这样，那这个更好是更容易让大家联想，还是说，哎，大家已经习惯了，
那搞不好大家觉得好吧，那将错就错吧，也只能这样子了。有些这是没有错，这没有错，也只能这样子。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到一个点，我们怎么样快速的让商业软件使用者很快速的转移，他不用再重新再去转译。像你刚刚讲那个验证，原来就是所谓的有效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验证就是验证了。因为刚好是验证，对啊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这个方向没有错，因为就验证这个东西来讲，它的不管是验证或是有效，对，我觉得都不大容易让人联想到底什么功能。我说我这礼拜六啊，要跟 Hester 啊，还有那个 Frank 他们，还有郑家，他们就是针对这里的他们希望有一些共识，好啊，因为他们都是最主要回报的一些人，好啊，好，所以礼拜六你可以。你是考试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尊重你。没有，我们，不过我们等一下，因为我是、okay. 最现实是问题是我是考生，所以我不能够离开台北那么久。但我想要知道，让你知道说这个我们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，我觉得是没有错的。就是如果说，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，虽然说是验证的，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是说，虽然说是验证的哈，但是像这样的东西，说实话，我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功能。我不知道这个功能，也就是说我看到 menu 上面不管是验证还是有效，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因为你用英文版的、啊、没有，我用英文版我也不知道。我说都翻得不好，这些东西功能比较进阶，了解，有些普通使用者根本不会去注意说。而且它的翻译不管两个都翻得不好，所以 我没办法理解它是什么功能、okay.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说 我觉得说，如果说我们可以琢磨出更好的翻译、嗯、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一个没有用过的使用者，他可以看了可以更了解那是什么东西。Okay, 我觉得那个是最好的。那验证跟有效我都觉得不大好了。但是如果是在这种两个都不是很好的状况下，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，就是我们用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，或者是说就算是不大好，可是大家已经非常普遍在使用的功能的话，那当然是以约定俗成为优先。尤其你看那个国学老师，他们是在学校担任老师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也很希望有没有，尤其有些人在讨论认证的问题。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们今天在做 Office 的认证，假设吧，那现在大家会觉得说，哎，为什么 Office 的认证就是 MS Office 的认证？可不可以今天的 Office 的认证是跨 Office 的认证？我今天这个认证的考题出来，你用微软的 Office 跟用 Open Office 同样怎么样做可以达到一样的目的？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让这些名词更一致的话，对我们未来在推认证做教育训练是更有利的。对啊，你今天考上了 A 这张证书，你也等于会用 B 这个软体。我们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觉得是这个方向大体上是没有错的。对啊。目前像名词三乱情况下，这种认证考试，其实我觉得只能那个问答题一样。问答，就是说那个只能写出大概要怎么做的流程出来，然后大概看意思对的就算对，就没有办法那个没办法做。对，那为什么说我们有一群朋友在可以读来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认识一群朋友，他们专门在做那个什么 QC 啦，那些微软的一些认证，什么 MOS 啊那一类，我不晓得现在科技大学是不是还有这一类认证。我说我有认识一群同学，专门他们是本身是出题的老师啊，或者是本身也是那些种子的老师，就是他们对 Microsoft 的 Office 的认证已经很熟了，每一个名词什么样的功能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。那我可以邀请这些朋友，可以啊，帮我们把 LibreOffice 还有 OOffice 这个部分直接对应过来。好，是像这一类事情啊，像什么 GIMP 跟 Photoshop、Inkscape 跟那个 Cozo，其实我们都觉得应该来做这件事。好啊好啊。我记得我早期在看翻译那个 Kevin Knife 的时候啊，我是拿绘声绘影的英文版跟中文版，有没有做对照？我就我的想法就是，使用 Kevin Knife 的人，你只要有用过绘声绘影，那你就把你那个思维直接套过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样。好处是可以直接讲他的客群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也发现早期有一些中文化的一些东西。这样是有很多对岸的朋友帮我们翻的，那你会发现，其实也不是说抢客群啊，我觉得是一个使用上把那个障碍去掉，让你有更多选择。因为很现实的讲，就是说，微软的 Office 的使用者，目前市占率到已经80%以上。对对对。我们很现实的就是，最简单最直接方法，抢他的人是最快的啊。我跟你这样讲，对啊，开发新的客群很难吗？
嘛，对，抢他人很快嘛，对不对？我比较有攻击性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。对啊，如果可以互通性更多一点，在教育上会更，就是说学生不用两套之间还要再转换。我学了不管商业软体或者是自由软体，我从自由软体可以跳商业软体，商业软体也可以跳自由软体，它的那个门槛就变很低，变很低之后，在教育上我觉得应该会节省蛮多成本。嗯，对，所以你把这句我说，如果这一次我们把那个 LibreOffice 跟 OpenOffice 放到 Chinese 平台的话，我就可以更快速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你上次有看过我那个搜索功能，就可以很快的来做这个部分的处理，那些名词很快就可以抓出来。对，我在想办法批一下那个 Eric 哈，那个 Eric， 赶快把那个 PO 档丢出来。哦 ，OK，OK， 对啊，还有没有问题？还有没有问题？针对这个范本的应用，是没有，有没有问题？我已经没有的。哦，好。我想做一个范本，但是我做不出来。其实我这个范本，如果大家要的话，大家不随身点勾过去没关系。范本的因为我现在在推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是，老师我们在转换的时候，老师要出考卷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些直书。注音啊，还有那个圆圈一圆圈的那个要直书，那造成老师目前是某些老师里面大概直书注音，对，一个是注音直书嘛，一个是那个选号提号就是要转直的，一二三四它是圆圈圈哦，然后提号它要转直的嘛，那目前有几个字型稍微，但是它也只有我只有看到一到十。那如果你出题出多一点，就不复使用。横书的部分还好。然后要转直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一个功能，我也试不出来，就是 Word 里面有一个某某字，它可以按一个按键，它把它加框，加一个那个边框上去，让学生注意。你说在字上面加外框 ？Word 里面有一个按钮是字加一个外框，两个字它会连起来。可是在 Writer 字会连起来，对对 ，Writer 我就看不到那个功能。然后他问我说：“这要怎么解决？”我说：“我踹踹看。”字加外框是不是？字加一个外框。Eric 太感动了，你帮我把那个什么的题目，论文题目好像都找到了。我上次还拜托你说要来帮我找论文题目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绝对可以满足你的各项需求。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啦哈，因为我现在这边，因为我现在是抄下来嘛，你刚提到的注音直书，就是老师出题会，比方说我需要注音，我不要国字，我只要或者我只要国字要学生写注音。那哦，你是说只丢出注音，然后请学生写出国字？那目前我们都是只画一个那个白色的框，慢慢把它盖住。对那很辛苦，那超辛苦。对那个很辛苦，是不是 ？Word 是有一个注音的功能，但是它也没有写得很好。哎，我是在想说，如果这一块能解决的话，老师在应用这一块的话就没有。我先老师，你说注音这件事情，我看到很多限制，他们是买注音字型。我遇过书法家字型是我们在 Windows 底下老师用的最习惯也最好，他有加框注音字型，可是他在 Linux 底下，他可能是 Big Five 的问题，他的字型在一些构上就修不出来。你说的是像比如像14点、15点这样子吗？对，就提号转字。对对，类似这样，我们需要的是一点。比方说第一题，我们国小是这样三边，它一直排过去，然后一个选号的话是圆圈一、圆圈二，对，这样直的，对，直的是就是写成国字的，对对对对，十四圈、十五圈这样，对，类似这样，对。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是要那些那个注音的功能。那我本来想说这样的，我想说我做一个范本给他，一样做一个范本给他。老师你要保佑我可以，应该考上研究所，我考上研究所我就专心来做这个。
没，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可以，我要是考上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 promise， 我就专心把这个做出来。谢谢大家考试的问题。因为在出考卷，老师最会、最常需要用到这些功能。那学生在像我在教小学的时候，有时候要求他们，跟国小课本它就是中国人的课，由幼到错，由上到下。然后我低年级，然后要求要有注意。其实你知道吗？那个什么 ，Eric， 我们刚才你们还没来的时候，我刚才在讨论的东西哈，就我跟那个Moika， 他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，你知不知道 ？Open Office Writer 它的字数是错的。我上次听你讲才知道。统计字数那个。字数统计那个东西。对，那个是字数是错的。他把字数当字词来算。是、啊。对。譬如说，我们说这个。因为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就是，譬如说我这个这篇文章有几个字，对，譬如说我这边这句话嘛，哈，显示放大，显示比例到300，不对，这边可以直接拉大，我这样子应该是几个字？你说中文字，对，应该要。九个字，对不对？用中文一般来讲，我们不管是我们老师要教要学生交作业，还是说报社出版社要邀稿写稿，都是算9个字的哈。工具字数4个字，为什么？18还能理解，它算成4个字。4个，他把9个字4舍5入，把2个字当一个。中文字是为什么呢？它的算字方法是这样，譬如说我如果写成这样子，如果写个 中英文混杂的话，那这样应该算是9加上10、11、12个字，对不对？中混音的话，字数没有12个字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他把我这边点2下的话，你看到有个我，有个爱。四窗是一个，然后作业系统一个，所以是4个字。证据是在哪里？我如果把系拿掉的话，像这里，像这里，本来应该是8个字，对不对？我把系拿掉的话，本来应该是，不是，这样本来是4个字嘛，哈。会变6个。4个字，然后我要是把系拿掉的话，反而多一个字，5个字，因为它这边反而变分成2个字，作业跟同。作业。对。所以这个字数是错的，然后因为这问题很严重的地方是，包括老师要学生写作业，说叫你交1000字的报告，这千字到底怎么样？那是要把它翻成词数。对对对对，或者是像我之前的公，我在我之前公司，他们是翻译公司，他们是数字数，照字数给稿费，那这个是这个会出问题，对。然后出版社不管是比较大型，基本上只要是文书软体的重度使用者都会出问题。那所以，其实我有点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对，然后，对啊，我有点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，然后我前几天已经找到那个，所以我说真是不专业的考生。我前几天我已经把那个我丢上了脸书的社团那个照片，那图片，我把那个找到那个数字那段扣了，对啊。然后我想说，如果这个可以做，也可以解决的话，可以把它丢进那个丢进 LibreOffice 还有那个 OOffice 的 Impact 里面。对啊。那这些主要开发者都是外国人，我觉得他们会写成词，把这词用词来算，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观念，他们都是用应该就是说，他英文他的一个字，那我一个字，或者是一个中间，在我们中文是一个词 ，M。M 是4，你再算一个。如果它是杯子 ，cup， 他算一个，我们这边是2个字。其实我稍微看了扣哈，它的问题是在于它，因为它在数字的时候，它那个有一个，它有一个 parser， 是它对它来讲是一个有点像是 Word 的那个，不是 Word， 不是我们讲微软 Word， 我是说字这 Word 的。tokenizer 把它切分成字的那个 parser， 应该是
把它切分成词的 parser，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很方便，我们点两下会选一整个词，对不对？那它那个 parser 它本身可以针对英文，就针对中文的规则。那这个 parser 让我们可以点两下来切个词，它把这个 parser 拿去用来同样在数字。所以数字它使用同样的parser，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，你在你中文里面你那个词的 parser。你不能用在对中文来讲，你不能直接用来数字，所以我后来刚有跟那个他在讨论说，其实你那个词应该要有另外的入文，如果你是中文的话，对，第十题就是，对啊，你出第十题，对啊，不过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把它 hack 出来这样子，这不能不报，什么？我会不会不是主要的？对啊，我要看我怎么讲。我把它解出来，我是想把它解出来，这样子再把 patch 把它闪避过去。对，再把 patch 就直接闪避过去。对啊，也是一个方法。对啊，如果可以写出来，把那个解决掉，然后把 patch 闪避过去的话，那会很酷。对。对啊。我觉得写一个延伸的那个延伸套件，然后。保留下这个 extension 是不是？对，就保留这边，然后再额外再新增一行的那个算式，对，原来的那个翻译改成词数，然后再额外做个算式。可是词数对中文没有意义啊。对。保留那个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因为对中文来讲，说用刚刚类似的，我们不会。说实在，这个是一个。就如果说今天到是我的老师的话。哎，这功能果然没有算。可是因为字数有个意义是，不管你是出版社其他的编辑，那个是有意义的，在控制文章长度，那是我们用来作为一个给付劳力的标准嘛。对。或者是之后的研讨会，那个那些微软做不到的事情，都可以讲。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去抢客源的一个意思。我在你们脑子，我们可以再来多一场那个那些微软做不到的事情。对，你会发现一些微软做不到的事情。对，去年那 Costco 一场，然后后来在 S Study Area 又一场，我们再来新一些微软做不到的事。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啊，第一个不想用到全场，微软做不到一定要付费，我们不用。不要担心。至少个人是有不用。对啊，那有没有好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其他的？对哦，那个老师，我是想说，你刚才的问题就是那个标，那些就是那叫什么题号那个，记得之前不是有个开发者，就是做一个中文拼点包那个，用同样那个观念的那个东西。就坐在底下直接按那个题号，如果那是最好。哦，如果是那样子，直接按题号。我问题是它要转90度，比较麻烦。转90度，因为拼点般的我们都是横竖嘛，由左到右。当你右到左的时候，那个字。哦。那跟字形用。哎 ，Office 现在可以右到左吗？可以。可以打字用右到左。对，可以到右到左，然后这现在是转90度。但是90度有现在是最好，我是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像有一些，我是知道有一些 font 很好玩，有一些 font 它可以会转，有一些 font 它是不会转，那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固定的 font， 说如果是中文要由右到右，你固定用哪一个 font 它就可以直接转，这是最理想的。其实最理想是放在不是做成那种平面包，就是最理想是做成那个项目语，对，项目语编号也可以。对，因为那个才是那个才是本来就是要那才是王道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因为那个东西才是东西应该是这样做的。问题对啊，说。那我再是问一下，那个算字数那个，如果在 Maker 里面用 LEN 嘛，那就是 LEN 算字数，可是那样的话算到英文会错啊。哦，所以 LEN 它是连英文都算单所有的符号。LEN 英文。有一 n 的话，你是等于是算字元嘛？对，那你英文是不对的。你现在看到真的没有差，对，因为它在英文的时候是不对。我们需要一个东西，它的字数是对中文对，跟英文的正确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就是它在中文是正确，它在英文是正确。因为在那个上面它写错字数，对英文来说是一个单字，一个词，一个
譬如说 Windows 这个字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字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是用那个 LED 的话，它是七个字，所以你看到那段程式完，它是把中文给英文分开，没有，它没有分开，它没有分开，它就一直 next word next word， 它是一个 enumeration。嗯，我知道，我懂。那你知道什么是 enumeration 吗？就是递回。哎，对，就是一直用 next word 取得 next word， 然后它凡是你还是有 next word 的话，它就加一个。那所以说它有 next word 的时候，然后就在判断为中文还是英文。他没有，哎，就是他那也没有判断，他就是没有判断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想打个配置，让我们判断说中文还是英文。对，然后中文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看到有本了。中文的话是用 let，、啊、中文的话就是用 let， 那英文的话是用 next word 这样子。对，应该说是目前我的想法是说，因为 OpenOffice 它里面有分成三种 scripting， 它分成拉丁语。拉丁语、亚洲语系和非拉丁、非亚洲语系、复杂语系。那非拉丁、非亚洲语系包括阿萨阿拉伯文，那个我不大清楚，还有泰文，那个规则我不大清楚怎么用。那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分出，如果它是那一段话，如果把它 parse 这段话，如果是 Asian language 的话，那它应该怎么？我想，如果是我这个东西会包括到日文跟韩文，那我想日文跟韩文应该也是没有这样说，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 我不清楚，我不确认就是，但是应该也是这样做的。对，对啊，日文跟韩文应该也不会是靠我们国家老师。那日文跟韩文可能就会有很多，有时候他们会想要说汉字是什么。对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要数的东西就是我们，当我们需要看字数的时候，我们要数的东西是什么？我们要数的不是。我那所以我所以说我不要去改变那个是那个是 next word parser， 我要改，因为改变 next word parser 你会改变掉它这个这样子可以自动判断词的功能，我要改变是 counter， 对对对对，就是如果它是 Asian language， 它就不要透过 next word parser， 它可以透过它可以用直接加 next 就好，对啊，理论上是这样子啊，但是。但是我是考生，你在法研究所？对对对对。真不务正业，我超不务正业，一点都不像，最不像考生。哎哎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老师有看过我们的 All for Kids 吗？还没有正式看过。想看看吗？我刚才有瞄了一下你的那个。因为我想跟老师，因为既然是一线的教育工作者，我觉得最适合让老师来看看这个东西了。我们谢谢呢，今天又麻烦你了，因为我想第一线教育工作者老师，上次我有做一个简报啦，那可是，你可以来帮忙吗？谢谢。上次我有做一个简报了，不过我想就直接 demo 会比较好。这个是 Open All for Kids， 然后。这个跟。这个就是这个是一般的 LibreOffice 或是 OpenOffice 嘛，我们以 LibreOffice 为例好，或者是我们以 OpenOffice 为例好，应用程式办公 OpenOffice， 这是 OpenOffice 嘛？老师可以看出，这个我关心，这是不相关的东西。这两个中间不一样的地方，老师看得出来吗？台大大气，不是中央科大气，蛮大的差别。第一个是画面 design， 对不对？画面 design 就比较适合儿童嘛。对。那另外一个是说，它的画面全部都重新 design 过了，包括 icon 全部就比较适合。另外一个是说，你有看到这里文字文件试算表简报，对不对？绘图。可是你看这边的顺序是什么？文字文件。对对，没错。这个是比较适合小孩童的设计。然后。这是第一个不一样，它这个画面重新点赞。第二个，我现在打开这个的话，用这个打开文字文件，老师有看出什么不一样吗？工具列变少了，对，嘿，这是第一个，它工具列变少，这很明显嘛。
All for Kids 它，因为你这边很多工具，其实我们这个不知道，而且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反而有时候老师在前面教的时候说，请你把字放大，把字放小，他要不容易找。他这边只有放到常用的东西。那这个是怎么做到呢？他透过一个东西，是我如果那个字数没有 hack 出来的话，我可能把它发表，拿这个来发表。他有一个东西叫做使用者分级。你可以看到这边，如果我这边是新手，对不对？他新手是适合七岁，按照他上面的说明是新手是适合七岁到八岁，七岁到九岁。然后，如果是一般，你们看我这边点的同时，就多出来了。然后专家又多更多了。然后从新手到一般专家，然后他东西会更多。然后更专家是适合十到十一岁，然后专家到十到十三岁，嘿。他有把东西按照你的能力，你可以目前学习的状况加进去，嘿。那这个东西比起 OpenOffice 来讲的话，它其实比较对好太多了。那不只是这个，老师你看，就像这里也是一样，项目也是减少很多。那另外一个是说，除了这点以外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大一个不一样，老师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。这边，字变大，字放大，但是是不是他用比较大号字？没有，他是同样12号字，百分之百。这里是12号字，百分之百。他用一个字体大小是比较适合，尤其是小朋友，或者是包括我们未来都是小萤幕的天下，小笔电的天下，比较适合小笔电的萤幕。那另外一个是说，除了使用者分级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另外一个是说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来看 Calc 里面。Calc， 我们这边要加入一个函数，对不对？函数精灵嘛，哈。这边来，我们同样加一个函数，函数精灵。哎，不是。这边我们恢复到只有一般新手机，加一个函数，它不会那么长那么多。对，它只给你这些常用。其实这些我们几乎都不会用到。没错，会用的就那几个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从他们是在放，因为它主要的 team 在欧洲，他们也是从第一线的老师的对 OpenOffice 的 feedback。来去改的，所以我觉得，所以其实他有一些什么样，他们实际在让小孩子用的过程中，他们怎么样可以出了哪些问题，那需要去改。对，这是我可能要先去需要拜托老师的地方，因为我很需要，因为我现在我接下来当然会除了考试以外，我当然会投入在这个工作上，那我也很需要说第一线教育使用教育工作者的意见，因为毕竟我不是第一线教育工作者。对，我这边在改的话是我是闷着头在改，对对对。可以啊，如果差不多的，把它放出来，把它挪到我们的，可以啊，可以搬出去。我们这上课就直接改用这个 For Kids 来上课。我现在那个他现在是在这里，他有台湾站，因为台湾站是我目前我负责的。对对对，像这样子。educo.tw。EDUCO 好 ，OK， 对，我去那上面。对，我把它包到我们实际上课。而且这个有个好，这个还有个好处是，因为它拿掉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所以它跑起来比 OpenOffice 快。好，真的，对，对 ，OpenOffice 有被人家嫌那起。对，在学校的那个硬体环境其实比较有点受限。对，对啊，不只是软体经费受限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这样很好。我回去尝试把它包起来，让学生实际去做。那我们需要回馈，我再回馈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没有。因为我这边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的回馈。其实这个不只是学生的，因为其实他们有在做一个版本是跟 OPPO 其实很像的，是 OPPO Lite。对，它其实是几乎是一样的东西。
对，他只是说他没有做成适合小孩子的样子而已，但是他里面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。对，那都是把那些很复杂的东西全部拿掉，什么剧对，先讲就是他里面剧集有拿掉。对，那本来小朋友不会用到剧集啦，只有老师老师也不会用到剧集，只有可是有骇客会用到剧集。难过，他里面 Java 也拿掉了，也还好，也没什么关系吧，没什么关系。对啊，如果 For Kids 那边图库那边如果能整理进去的话，图库对，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第一线教育里面，小朋友的话打字还是当然打字文书的功能要学嘛，他插入图片会比较需要嘛，但虽然现在都有套件，只是。我在推广的过程里面还蛮多人在问说，哎，奇怪，那个 Word 可以利用搜寻的方式找到他自己有他的图嘛、哦、那是网络的图库，对，那现在有 Open Creator 对那个，但是不多人知道，所以我直接包进去的话，那他们在用起来，你装的时候就不然就这样，你现在叫什么的名字？ Open Creator Art, Art 对 OPNCLIPART、嗯、有那个套件可以装，然后里面会有蛮多图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播小朋友的时候，你把是让他装完的时候图就已经进去，老师也不用再多一个心思去再把那个套件装起来。好好好，然后怎么样？我跟你，因为你刚刚说你不在做垃圾了，那我跟你讲一个，就是上次说的、啊。那个替代做的完美，是啊，这个本来是字型，因为很多 Windows 的使用者、哦、他是用标楷体，那到了 Linux 底下，很多人没有用标楷体，但是最起码我要找一个对应的楷数让他弄吧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都会把标楷体置换成那一个文鼎 P 正楷体啊，全字库的正楷体、啊，类似像这样的、啊，我们就会把标楷体，然后呢取代成为那个全字库的正楷体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会这么做。但是我说 ，OpenOffice 这个功能失效了。对，我们我这个我可能要问，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你在 distribution 上面研究比我多，就是在 Windows 在 Office 上在 Linux 下面，除了一般来讲楷体是什么楷体？啊，现在可能就是全字库，再不然就是大家都有教育部的标准，大家都有吗？没有，不一定，但是只是可以装起来。因为我要这么说，全字库正楷体是我们国家最完整的字型啊。那个户政事务所，对，户政事务所都用的，对。而且这个笔顺是教育部标准的笔顺啊。那你们会包进那个吗 ？EasyGo 会啊，会包进 EasyGo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用力推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希望说以后大家用的字型是这个。但现在这个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，它的授权不是非常 free 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包到 Debian 啊，没有办法包到 Linux 上有啊。Linux 上都是用的，不然就要用 Scribe 用。牛王汉中那不行，那有争议、啊。那个，你应该说的是那大陆那边的是什么文权朵，那不是很好笑吗？我们用的字型竟然是大陆那边，对啊，或香港那边做的字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全字库？因为最起码那是国家。颁布的标准是，但是你看多少人知道？很少人知道。我在学校那大家都用的是标楷体跟新细明体啊，标楷体跟新细明体授权是微软的、啊，这就是一个问题。那可是我们在推 Linux 的时候，大家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今天在玩 Linux 的时候，那个 OpenOffice 来开微软的档案开得了，但是字型为什么会跑掉？怎么会怪怪的？就是找不到这个就是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可以在 Linux 上面不只是 available， 而且是 pre-install 的。楷体，对，那这就为什么我们之前我们去研讨会文鼎的楷体有没有应该这么说，我们要去 push 是让全字库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统，所以我们有去跟国语会谈这件事情，让全字库可以 GPL 出来，他们不可能做到 GPL， 但是他们会逐步的试出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最起码我们可以先用这样让选择。可是全字库我看他有放在网站上给人家 low 呢。有啊，对啊，就教育部那个网页上面啊，我都叫老师自己上去 low 啊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、啊，就是我们不能包进去，不能 redistribution， 对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是 open 多波名。对。对。这很好笑哦，如果我是外国人要来学台湾的东西，我
对啊，这就是台湾目前的辛苦你了，有去。可是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东西可以啊，这个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。那另外我问你一下哦，因为我刚刚已经知道这个解决方案，这个可以做到，我刚刚是试了这个，那一二三四，那现在那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，当然。你刚才 try 这个，好强。那现在这个工具列上面，如果我们有遇到，其实就像你们刚刚有提到嘛，如果这里面能够，因为以一老师来看，这个东西顶多20-30已经了不起了吧？对，够了吧？30就够了。对，那我只要到30，那我只能说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这个了。那我想问你的是，这个路径在哪里？我只要在这边可以增加到20-30，好像有一个，因为有一个答案。我先讲一个，我不知道啦哈，我所知道的是说我。可能我会有错，如果我的错，请帮我补充。Okay. 我知道这些是 Unicode 的开的。我只能是说，如果我们要自己来做这个字，也没几个啊。自己来做这个字的话，你只要告诉我们路径怎么格式，我比如说我就可以来做，我把它做到30。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可是这边这个东西是直接在 Unicode Standard 里面有这个字。到时有这个特殊符号。那如果要做这个字的话。做就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目标是说，我们虽然不是列在这里面了、可能这里面只有列到30，但是一个目标是说任意数字都可以做得到嘛。那这个可能我们要自己去做这个东西，因为它不是一个 Unicode 的字。对，比如说我自己可能要自己写一个，比如说这里有个按钮，一按下去，原则上这个是可行。跑聚集，类似跑聚集这样帮你。跑聚集丢出两个字出来，而且把它缩小，然后在旁边加上一个外框。Ctrl Shift 的9，那就是有圆圈圈的9，类似像这样。对。就这样，最大问题就是，如果没同意的话，做出来这份文件，然后别人在 Office 上开，不就那个就一样？对、永远都是这样。对，包括像现在康轩、南一、翰林，他们都不同意啊，所以我们才要同意啊。所以我觉得比较王道的方式是说，这个这样的做法是很快啦，但是比较王道方式是说，把它做成一个写进那个code里面，就是让它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，项目编号里面，它会自动去处理这个东西。就是我们加一种项目编号方式，它是数字然后框框，或者是国字框框。国字圈圈，然后它会自动在里面做这个东西。我这样显示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字，所以到别的 Office 上，它因为它认不出来的时候，没有错。它对、啊，这样在微软 Office 里面你看得出来。即使是微软的 Office， 现在也还是这样，因为你用不同的字型。我刚才讲康轩，他用华康的，然后如果南一用别的 Font 的。那出来就是不一样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先这么做，没有问题。是最起码我可以找 PDF 啊。对啊，对。我之前做的是写一个范本档，1-30 list 的出来，老师复制贴上，你要拿一个就是贴一个东西，做一个考卷的范本档给，就然后刚好今天的主题是范本，我就丢一个范本档给他们。你出题你就要把字打上去哟，那些项目符号就不用去烦恼，他只要复制贴上。就解决他什么的问题。可是长远来讲，我觉得可以的话，还是真的对。如果能含在，对对对，能含进功能是最好。另外还有一种，就是我们可以像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符号表工具列嘛。对。那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做工具列，但是我指的是说，我可以来一个数字工具列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把老师要用到的，把它直接定义出来啊。没有没有。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我们来建立一个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这个是装 OpenOffice 的那个工具列嘛。其实可不可以在 GCIN 里面，它不是有个符号表，那里面塞的 GCIN 里面的，你那个 GCIN 里面输入法里面有一个符号表，我倒没有在用这一个，对，它里面有一个符号表，它是一个 T 叉 D 档，你就直接把它塞进去就好。GCIN 里面有一个 符号 Ctrl LT 加逗号呢，他就可以直接出来。那个、Eric， 我本来我想的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是这样，比如说我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它项目与编号，直接换编号类型这边就直接有，直接嘿，了解为什么？就是13，然后按 Enter， 它下面就14，按 Enter 下面14，就变成项目编号。100页。嘿，那圆圈圈呢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把它做成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可行的，其中一个。做一个圆圈圈就做一个圆圈圈。对啊，可以。这个我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
同样的那项目编号，虽然看起来很多字，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字，其实是好几个字，但是就类似像字外面的框线。对，就是要把那个东西做出来。对，就是而且让它变成一个内建的一个做内建的东西，而不是说，当然你这边可以自己在，就是你要做活的这样子。嗯，对，譬如说你这边可以做编号类型，对不对？第一级你可以这样子做，之前我要加一个括号，之后我加一个括号。对，对我可以这样做嘛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当然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一二三四五。对。对。10、12到100都没有问题嘛，但是。我们就是不要这样子，这个还是会有点那个。对，对，就是我希望说，包括这个可能它是一个固定的长度，而且这牵扯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要做圆圈圈，那个字还要说，还要对，那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做得到？我在想的是做到这种程度。那做到这种程度的话，我们也不用这些的东西了。可是这个又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如果对有一些人他不是在项目方，而是插入其中，像这个。圆圈哦，那个也是问题，对啊，对，变得没有办法抽移出来，对，反而这样子变成是一个字眼的话，我还比较好塞，对啊，各有好处啦，其实应该各有好处，对啊。對那刚刚国勋老师说的那个矩阵底下的这个符号表，这个部分你看吗？不过这个牵到一个问题是，它这个符号表的这个。国建老师，你说的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对他这个好多层的，但我不晓得他这个是抓哪里。他有一个档案，他里面可以编，对对，他是一个直接是抓 Unicode 里面的。哦、对对对 ，OK， 那这个我就不晓得他的路径在哪里，因为这个的好处是你不只用在 Writer， 任何一个软体都可以直接来做，直接在输入法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定义。嗯、那这个变成是新增补字集，就是对，你看哦，这个地方。对啊，因为但那这牵扯到啊，你知道这个路径在哪里吗？不清楚，我不用机器，我不用机器，我要查一下。我们要支持一下。我要知道它有一个档是，有一个档它是专门去编那一个的。对，我是用另外一家的。然后你还得看它拉的是什么字型。对。没它的水吧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有点冷吧，刚吃饱，找一下他的放的在哪一个档案。我记得好像我之前我玩过一阵子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没有动它了。GCIN 对，机信的那个音乐的这个都有。机信的字库里面是比 Unicode 还多的资源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么多的符号的字源。对啊，有些符号其实 Unicode 里都没有，假如直接抓 Unicode 的话，它应该是抓某一个字型的。可是它抓了很多哎、欸。对。货币符号啦这一类东西哇，都有上下标的字。其实哈，如果你只是要演，哎，国勋老师，你看这边有哎、欸。哇。11、12、12到50。可是不一定会转了、啊。你进去可以啊，哦，就是转九十度，用转九十度去做。对，40，哇，不错哎，有哎，哦，军信真的做到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到40很够了啊，到50嘞，到50，而且是直的啊。我现在已经转了、啊，是直输啊。等一下，耶、yeah, ，所以你的问题解决。插入，然后，但我不晓得那个是看特殊字源，没有，我现在要先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的字型，那里面很多，那不同的字型不一样的。可是这个不是那个，这个只是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扣里面的符号。好，你看现在不管它什么扣，只要出得来，出得来啊！你现在来看的话，只要能用就好了。很特别的是11，它从11开始做到50，哎，应该有前面还有吧？1到10的应该有，还是说1到10因为特那个资源里面有了，它就不做？对，它可能做后面的，而且你看国字的，它也做到50，那这样就 OK 了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原来写好在这里。几分之几？你看他有做这些，可是哇，这个，可是对这个现在的一个大的问题是，我刚刚已经转了好几页才找到这一页。那现在的字，只是我要快速跳到这一页，怎么快速跳到这一页？把它里面的某些特殊卷抓出来放到这里。对。那现在这一个路径，我们必须要找到，还知道说他这个地方在哪边，然后把这个变成。
抽离出来，变成一个数字的工具链。把那个档找找看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数字的工具链。可是，伊玛，你知道它这个符号表工具链这个工具链的定义，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这里有一个编辑词库啊，这一个档。我比较，如果他这边有出现这个的话，应该这个是在 Unicode 里面有，而且这样更好啊。等于是 Unicode 里面有这个字，这样就不会锁定在某一个软体了。对，那这个这里如果 Unicode 有这个字的话，我要插进插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，而且在工具列里面插入。机信 Setup 这里有一个编辑，也有汇出。你可以把词库档汇出到某一个地方，比方汇出到桌面好了。好，就直接随便取一个档名，存起来。所以它的词库档应该就是这一个。ID 的边，它应该就全部都出来在这。哦，很多。谢谢。哎。没有，这个词是那个，它包应该是包含很，这个是这个词所有的词库有没有这边？因为它太长太多了，我们是不是还是说要去整理过，重新再整理？它的词库现在谁在维护？刘德华这边，这边有一个词库编辑嘛，这边选项，符号表哦，这边符号表，符号表编辑，我们的要的符号。这里可以去当，哇！这边你要的可能太伟大的刘德华这样子，好，这边，边圆圈这个，对，应该这边，对，应该是应该就是这一个档，对，它叫做这个，这个 single table， 哦 ，OK， 对，按这边把，你再把一到九放进去，这样子就完整了，就可以一到五十了。哦，再把它丢出来，好。OK、啊，还有你重新改变它的顺位就好了，把它放在那个符号前面的，对你，那这样切换就比较快你。我们对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编哪，干脆就编好一个范本档给人家去下载，换掉就好了。一季度 local 版本嘛，我们会把它做一些优化。好啊。在弄完之后，我们再把顺位换一下。对，可能小朋友或者说我们老师常用的顺序把它，对，然后就是放出来。逗号的时候，对，上页，对，一页些，我们常用的符号就把它改一下，这样子。对，可能变成项目符号，有可能变成项目符号吗？不可能，因为它流水号，没有办法。好像，因为你说变成编号，变成项目符号，那个项目符号它是固定一个符号啊。可是像项目符号也是有流水号型的那种。哦，那就是编号嘛。对。那以编号来看的话，它是活的，可是它是数字改变。然后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到的它只是数字去做变化，是真正的数字变化，而不是一个字的变化。啊、所以可是上，可是那甲乙丙丁怎么做到？对，我原来做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嘛。那个项目可能要进去再项目符号的地方是做。因为微软它是可以自定去。像 Writer 可不可以？真的？对。对，它有甲乙，微软有甲乙丙丁 ，Writer 有没有呢？没有特别去试，不太清楚。如果能够做到甲乙丙丁，就能够做到。对，因为格式，因为我之前工作很多，包括那个项目，我有，那你要不要下次做？不要。这个也搞定。都够熟了，说。有哎，甲乙丙丁有，甲乙丙丁有，乙丑寅卯，一二三四有。但是他们的东西是不是抓来自于哪里？这个是一个。还有，假设是这样好了，嗯。其实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项目符号有一加圆框，对，一加圆圈，对。事实上，先给它输出，实色打底。有啊，都可以。有哎、欸、，Hello， 老师，这边有哎、欸，一加圆圈圈有哎、欸。有。转子书吗？没有，先页面直接转。你现在把它变成页里面，把它转成直数看看，它会不会转？格式里面的页。格式里面的页，然后把它转成直数。页面。
文字方程数。哦、失败了，它不会转，它没有转。对，就是当指数的时候它转。这个好，嗯，当指数不能这样转。项目符号。转指数。不过最起码你要的你应该差不多做出来。比较没关系啊，还好我这样大部分做得出来的。对。好，现在有很多东西，要一两个的也，很多问题可以把它拍 push 到里面去。现在不够 smart 而已，可以做，但是还不够 smart。对啊，现在有很多东西可以 push 到那个 patch 里面去了。要不要拿来做你的论文题目？我不再读研究所了。哦，是哦，我全部在他地上。那、啊、你呢？我现在不需要写论文，所以我需要找眼镜看。当快乐的使用者就好。嗯，目前是，未来不知道。对啊。那我再把这一段，今天真的是做成小标，做成教学录音档，告诉老师怎么利用它。这个是我短时间其实有一个很烂的方法，就是把那个大连的那个字词，处处字词掉，把你需要重要的字词，把它装出来，贴成一个小。